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一个好康的一个公益活动，在9月9号，我们台南市永康区东桥里王里长将举办一个公益活动。那当天我也会参与这个活动，我最主要的表演是魔术。那接下来为各位所介绍的是这一场公益活动一个相关的讯息。Hello，各位东桥里民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桥里长欧巴里长阿顺。今天在我们的东桥里的9月9号要举办一个中秋的公益市集。我们这次呢，结合了创世基金会来举办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有结合有教育性的一个布袋戏团，还有餐车市集，还有很多的手作的一个儿童的市集呢，我们来结合这次的公益，我们来让我们东桥里一起做爱心，一起关怀我们的植物人，一起合作，把我们的社会关怀来贡献给我们东桥里，让我们社区更有一个爱心跟关怀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人台东桥的居民大家好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东桥欧巴阿顺里长，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是要创啥会呢？甲恁讲一个好代志，今日咱伫东桥里办公室，下九月初九要办一场中秋公益市集。哦，是啥物是中秋市集呢？原来咱是集合着这个创世基金会，甲咱这爱心摊商。啊，佮有咱即个上出名的苏俊仁大师的布袋戏，要来甲咱表演啊，一条非常重要关键的表演，予咱东桥里面体验无共款的活动啊，会当做公益，有教育，有囡仔佚佗的，有吃够有领，遮好的活动，人都爱，是大都爱囡仔出来佚佗，哦，楼顶一楼脚，楼。大家佚佗就是啦吼，希望大家来九月七号小桥公园，一定要来哦，来做爱心哦，拜拜。各位里民大家好，我就是东桥大杰，伊也是阮老大，阮老大就是咱东桥五百的阿顺杰，听闻阿顺西。咱九月初九日，伫咱这个小桥公园，伫要演出爱心的布袋戏，非常的精彩，啊嘛非常的好看。伫这个所在，邀请所有观众朋友，咱九月初九阴暗时7点，做伙来到过咱小桥呢公园，来欣赏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、好看的爱心布袋戏。做伙来做爱心，还佫有爱心市集，真精彩。上重要，还佫有咱东桥的欧巴，咱阿顺里长，要大家向各位里民来做服务。阿顺啊，认真，咱东桥就会佫较兴华，佫较赞，大家就会佫较快乐。咱九月初九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东桥里长欧巴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这边。东桥欧巴。Hello，各位里民，大家好，我是东桥欧巴阿顺里长。今天九月